大家好，我是秀芬林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异族奇兵》哦，它是由贾静雯代言的一款游戏哦。所谓开局摸关羽啊，不是，开局一直以成败靠自己。那这是一款呢，包含了建造、升级，然后进化、培养你的蚂蚁，发展军队、占领、征服别人，甚至还可以到蚁穴去挖宝藏哦。而且无氪玩家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的游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说是无氪玩家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玩了两天啊，我觉得游戏内送的资源哦，真的是非常多、哦。像它里面有这个钻石哦，哦，这个钻石，它里面很多活动啊，只要你完成那个目标啊，都是会去送的、哦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推荐几支非常好用的前期英雄让大家参考、哦。那第一支呢，就是这个凯撒，追求进化的脚步。他拥有一招这个范围技能大地威压、哦、并且他的剑气呢还能够补血、哦、但这支呢后期可能就会被其他的英雄替换掉，但是在前期呢是非常好用的、哦、而且他这个游戏呢，他可以把你培养过进去这个英雄的资源 哦，你使用少量的钻石就可以全速的拿回资源，所以不用怕、哦、所以前面的投资这个英雄哦，我是不用怕这个材料浪费的、哦。那它这个游戏内呢，还有非常多钻石可以领取 哦，所以说无氪玩家也可以玩得非常的爽。那第二支呢，就是这个埃及艳后，它算是捕食哦，它可以对场上的英雄哦进行这个8次治疗，那优先治疗生命值最低的英雄，算是很值得投资的一支捕食哦。好，那第三支呢，就是这个乌大伟，它呢是一支法师哦，那它拥有一招阿波罗指挥哦，不是阿波罗面包。哦、是阿波罗指挥、哦、非常强的指定范围伤害技能，并且呢还能够回复自身血量，非常值得投资哦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元素哦。我这几天玩下来啊，那个手是真的是很忙啊哦，手是这个忙不过来，因为它包含了建造啊，哦，可以自己设计你的家园啊，建造啊，然后它也有副本啊，有打怪啊，培养你的蚂蚁啊。哦，它的内容算是我觉得玩起来算是相当的多元哦，那大家不妨来尝试看看。再来重点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康的平台呢，它叫做华为的这个平台哦。那为什么会说它很好康呢？因为呢，你只要透过这个华为平台呢去进行这个储值哦，它都会有独家的储值优惠哦。哦，像它每一笔呢，香港的玩家呢，如果只要你储值哦。你就可以享受12%的这个返利哦，那台湾玩家的话更是高达14%的返利，非常的优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透过这个华为平台去储值的话，100块它就会还你14块哦，非常的多，就10几%的优惠这样子啊。而且有一个重点呢，你只要通过华为平台呢，像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游戏哦，你只要通过这个。华为平台来游玩的话，你是可以玩原本的账号。比如说，你原本是没有使用这个平台的，哦，那你已经在玩《蚁族奇兵》这个游戏了。那你现在想要使用的话，你只要下载这个华为平台，然后再用这个华为平台去这个登录游戏的话，哦，你就是可以继续原来的账号，你不需要再玩一个新的账号，而且你还有储值返利哦。那台湾跟香港的玩家都可以参加哦。所以呢，如果还没使用的，你平常有在储值的习惯的哦，一定要赶快来下载这个华为平台，非常的划算。那现在就来演示一下要怎么下载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手机打开你们的 Google， 那 Google 的这搜寻这边呢，我们可以搜寻这个华为的这个 APP， 到达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搜寻完之后呢，我们点第一个这个进去之后呢，就会来到这个。华为的这个应用程式商店，好，那有看到左上角有一个箭头哦，我们直接按下载，它就会安装华为应用程式商店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下载，下载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安装，安装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手机的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面有一个这个华为的这个 APP 哦，它打开就会变这样了哦，非常的简单。好的，那下载好之后呢，登入这个 APP 之后，右下角有一个我的，好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登入华为 ID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来注册一个账号，那选择下面的这个密码登入，好，然后注册账号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来创一个这个香港的账号，那我们就选香港，然后按同意，
然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。好的，注册完成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到这个游戏页面呢去下载你想要玩的游戏哦。那像我呢，我有在玩蚁族骑兵的话呢，我就可以透过这边去下载蚁族骑兵，然后使用这个华为的账号登录。登录之后呢，我们如果进行储值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参加夏日储值的这个回馈活动哦。像香港呢的用户呢是 12%， 那台湾的玩家不用担心，也有 14%、哦。好，那我这边呢就来示范储值一次哦。好的，那你如果只要透过这个平台去登录的话哦，下载游戏之后登录你的华为账号之后呢，它就会连接到你的游戏账号。那你从游戏里面呢，我们进行储值之后，它就会自动连接到这个华为的 APP 里面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在游戏里面点击这个储值按钮的时候，就会连接到这个华为的这个平台呢，去进行付款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储值试试看哦。好的，我们储值完成之后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当你付款完成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张优惠券。这个优惠券呢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回馈，香港朋友是12%，台湾玩家是14%。那这个优惠券呢，你就可以到你的下一次储值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券来直接折价。非常的划算，可以替有在储值的玩家省下不少钱，而且呢，不止这个蚁族骑兵哦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哦，哎，透过这个华为平台哦，你都可以去享受这个返利哦。那不仅如此哦，你如果透过这个华为平台储值的话，你还可以参加这个原油会的这个活动哦，就是说你可以累积啊，累积之后呢？哦，像他这个活动是种子嘛，哦，你只要累积到一定的种子呢，哦，他就会额外再赠送你这些东西哦。像蚁族骑兵的话呢，他就有他这个价值非常高的这个礼包，这个都是额外赠送给你们的。像放肆武林啊、巨伤天下啊、秘境传说啊都有，甚至还有一些实体的奖品可以去兑换，我非常的佛心哦。所以呢，还没透过华为平台玩游戏的各位，赶快去下载啦啊！不要错过，那今天的影片呢介绍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